我叫淡增贡吉，是上海戏剧学院一七级西藏班的一名学生，在《哈姆雷特》中饰演的是奥菲利亚一角。我叫顿卓次仁，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西藏班，《哈姆雷特》这一戏里面我饰演的是藏语版的哈姆雷特。西方的人都比较开放，我们民族呢又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一个民族。记得有一句话跟父亲说，哈姆雷特殿下曾经屡次向我表达他的爱慕之情，我就觉得如果跟爸爸这样说的话就觉得特别害羞。好，我是这么演的。有青少年三十九，你对解散哈姆雷特少年捆模羊那样都搞不清楚，就特别害羞。然后蒲老师跟我说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能害羞，你要就特别大方的跟爸爸说，而且特别骄傲的那种，用藏语可以擦出不同的火花，汉语说出来的跟藏语说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。每个同学问题是不一样的，那曲有那曲方言，山南有山南方言，所以我们宗吉老师每天很辛苦，一个字一个字去纠正。藏族文化也是可以演绎出来那个莎士比亚戏剧的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。希望这个戏能够在西藏演出，能够在西藏把西方的经典、世界的经典带入到西藏。